作为英特尔的战略合作伙伴。 董事长很高兴能够参与英特尔 CWP 项目。CWP 项目在中国汽车电子领域已经实现了落地。我认为 CWP 项目能够满足物联网技术的发展。我们很高兴与开源社区进行合作，将这个 CWP 项目引入到该系统生态系统中。